是刚才的女神给了力量，卢比纳特，你该不会是让我眼睁睁看着这世界因此消失吧？还没有，现在放弃还太早了。梅莲德，你还好吗？只要将巨石碑之门关闭，保障现在的世界安然无恙。 即使现在无法触及神，将来也一定有希望。问题是怎么将门关闭的？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走不走？你知道龙之宝玉吧？ 这个给你。用这个怎么做呢？有了它，即使你变不成龙，也会拥有龙的力量。那可是被迷之大陆的毒，污染的恶龙的力量。可我们又不是古代人，如何能将门关闭呢？现在，巨石碑之门已经在迷之大陆的影响下打开了，所以如果有谁拥有迷之大陆的力量，并在内部和外部合力将其关闭的话，我也赞同。 梅莲戴尔的话，以我们现在的力量，是无法接触到神的。皮达，巨石碑位就交给你了，去吧。该死！啊！快走吧，这里有我抵挡。说什么呢？你也赶紧去吧。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。 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？宝玉居然破裂了！切，不管怎样，最后还不是在迷之大陆失败了吗？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哈哈，我已经等了太多年了，我的朋友。 成，红龙卢比纳特登场了，吓了一跳吧，艾欧娜？你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